Welcome 胡乐秀。今天的精彩内容有：你没看过他，但保证你一定听过他的声音。全台湾有二分之以上的男性都曾经听过他的声音，保证听过，保证听过，你不能再否认了。注意了，让他亲自来讲一次，预备起。一流女师经验传授，让训练成为一种享受。淑波，荧幕上电话号码，如果满线，请稍后再拨。原来是你呀、啊！他们说我讲英文更棒。Romeo, Romeo, where are you, Romeo?Deny your father and refuse your name. Julia! Julia, I'm here, please shut up! 令男人全身酥麻的美声美人。待会你们两个哦，就有那种，就比如说一高一低，然后就那种，就那种，这是哪里？确定吗？这是哪里？这样才会有感觉。对 ，SOS 挑战杂志封面摄影师，我拍了好多你的那个中间画面。不要卖给那种杂志。我要，我要。台南美女现场布集。Are you ready?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位同学了，马上来介绍一下逢甲大学资讯工程，掌声鼓励。耶！还有更重要，后面还有一组人马了，小健健后援会。小健健吧。对，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健健的，对，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好，欢迎他们啦，这些大学的同学是我们节目当中收视的。那边还有海洋大学，主要来源啦。哦，海洋大学商学商传学系，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来，欢迎大家来参加了。马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来宾，第一位孙淑媚小姐，欢迎欢迎。军哥好，大 S 姐姐好，小 S 姐姐好，你好你好你好。不错，我们是两位叫姐姐，妹妹妹学姐对不对？现在念几年级？现在三年级，要毕业了嘛？对，今年要毕业了。华冈艺校，你在学校每天也都笑得这么开吗？他其实不能不笑开，对，他脸型就永远是那个拉伊的样子。没有啊，因为我们脸比较圆吧，对啊。新歌对不对？对，手下留情。哦，歌名叫手下留情，对。好好加油，现场要不要唱一下？好。好，来，预备，准备哦。我说一边气，你就来了哈，开始。我有说一边气吗？你自己说开始的。镜头好带到开始。带镜头的时候，预备起，可以了吗？可以可以。你就啰嗦了，我要这样子，人家怎么帮你打歌的？预备起。我的心既然落在你的手头，珠泪只有吞落喉。对啊，不得了。我的胸，台音小天后，好有味道。我的心已经落在你，我已忘记。哇，掌声鼓励！好会唱，好会唱，好听啊，好厉害。好，那我们接着下来要欢迎到我们演艺圈里面最资深的这一位了。没有他的话，就等于没有演艺圈了。中华民国演艺圈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风气，就是由于有他们这几位的存在。一起来欢迎林心。打到这里不敢接着，欢迎我们高凌风高大哥，欢迎高大哥。这个人气指数最旺的我们的中介，还有两位最美丽的主持人，高大哥好，高大哥好。我能够看到高大哥啊，再次在我们演艺圈里面活跃啊，非常开心，真的，观众非常热爱你。有时候我们这个晚生后辈啊，开开玩笑，他还能够这个非常甘之如饴，对啦，前辈，对呀，我是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当文化大学。
现在是大学嘛，也要讲一下，他们大学都要讲一下。那为什么我没有问你念哪里的，你就自己出来？是不是一种很自卑的一种心态？那今天赵旅长本来那个孙楚妹那个，我们有手下留情，没有，本来那个位置本来是你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边疆民族残障老弱妇孺。你太过分了，但是因为他不爱坐我那边，对，后来就把你往前挪了，总算有进步。再来一次热情掌声鼓励，欢迎大哥，再次欢迎啊！好，再来是我们林心如小姐，掌声鼓励，欢迎子飞。两位主持人好，三位，对不起，两位是哪一位不在你的眼中？我们讲错了，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一对的嘛。没关系，大家好。太在意讲错话了，跟这个小燕子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很开心啊。很开心吗？对啊。听说你们这个坐隔壁桌都会在那踢脚，是真的？我们在玩，在玩，踢到脚都肿起来的时候玩。血流如注。还可以吗？就说跟中国大陆这个演员呢合作的感觉讲一下。一开始蛮不习惯的，不太适应，因为有一些文化上面的隔阂。可是因为这一次拍戏全部都是年轻人嘛，大家玩得非常开心。讲话有结巴的现象，就是一定有问题，情绪是情绪啊，没有关系，大家不要挑拨，我们心机很重哎。那我听那天听小燕子在讲你一些，我也觉得真的是真的吗？他小燕子说他什么？说他没什么胸部还出血这样子。你讲太大声了！啊，我大家有听到吗？我们只是三个人，谁说胸部大才能出血针？你还讲出来？我早就知道你有企图想开血针。我想开。我们孙楚妹好好加油，好不好？你要有本钱啊！对对对，期待你长大。谢谢。他还会长，他还会长，对对，好好加油啊！好，再来是第四一位孙国豪先生，欢迎，健哥好，大家好。接着下来是我们国外朋友家世大周，还有我们的 Bobo， 你好，大家好。西燕姐，还有西弟姐，还有钟宪哥，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你好，欢迎。我们国内最美的槟榔西施了，但现在他也去掉这个封号了，现在开始跟我们家世大周，是国外的巨星了，在日本红得不得了。两位听说一起出唱片的？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呢，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是是。对，然后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录音室里面，都是在练歌。对，然后大概六月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录音室里面如果不练歌，孤男寡女处在那里还能做什么？你又来，你又想到哪里去了？他这样讲，我们要了解。那家世大周能不能旁边有王小姐翻译一下？还可以适应吗？慣れましたよ。你的头啦，你要讲清楚一点。我要来听我了，跟他讲，安尼尔尔，听无对不对？哎呀，你不能因我讲啊，你听无要紧，小阿妹啊，你安尼大家来听我啦，对不对？我拜托你讲的时候也面带笑容，好不好？对，你安尼尴尬的，对不对？王小姐，你卖拜托卖翻译哈，因为大家咧尴尬，因为中日建交又不容易啊，拜托姐咧。你甲讲诶，台湾吃还习惯吗？大丈夫的，没问题。你够嘛？大丈夫的，是代表怎样嘛？没问题。第一单元不是我们歧视日本的朋友，而实在我们本来就有考成语的啦。没错。好吧，你就翻译一下，因为这个是成语有关系的。题目一出来，大家就来猜，好吧？第一单元叫做什么？脑内大革命。第一道题目来。Question one， 请看画面猜一句成语。很早，注意看哦，哼哼，就这个样子哦。大家有可以猜得出来的吗？真的是 看图说故事，不要想太多。好，同学，是按铃吗？先不要乱pass，不要乱 pass， 有答案请按铃。好，Bobo，五颜六色。哎呀，太厉害，掌声鼓励一下。你看画面有五张脸，却有六种颜色，答案当然就是五颜六色了，是形容色彩各式各样、鲜艳夺目的意思。您猜对了吗？有没有人能够造句？我先造一个好了。好，你带头。好吧。高凌风高大哥年纪一大把，穿衣服五颜六色，真是恶心。你怎么可以这样？太过分了你！你讲的其实是很好。
但最后呢，真是恶心改一下就好。对，要不然观众又写信来骂我。那、啊、那我不应该拿高大哥来开着玩。对啊，高大哥是前辈。我重新造一个，好吧？林心如穿起衣服五颜六色，真是可爱。差太多了吧？那当然是有差。高大哥就恶心。好，这是第一道题目了，注意了。波波跟他翻译一下，了解在玩什么吗？他知道哈。Okay. 来就不给 S 哥。来都不，让他才能融进，让他近乡情怯嘛，对不对？可以了吧？不是啊，拉近日本。你干嘛一直吓他？日本朋友，他一定觉得台湾人怪怪的。ごめんなさい、アホです。不是啊，我连我妈都觉得我怪怪的。哦，是啊。我一回到家，我妈拿一个锅铲跟一个锅盖，干什么？你怎么到我们家来？我妈，我是你儿子。哦。你的人生很惨呢。我人生很惨，很容易让人家误会。第二道题目啊，来。Question two。请看画面猜一句成语。参赛。好，有没有答案？请抢答。按铃抢答。孙国豪在美国长大嘛，哈，好好，可以原谅。好好好，那个孙楚妹在。我看一下。长大嘛，哈，好好好，有没有答案？快点快点按了，快点按了。好，心如。他说的、啊，人去楼空是吧？人去楼空是吧？嗯、是孙国豪提供给你的答案是吧？好，没有，是他说。有这样的一个，你们干嘛互相推呀、啊？搞不好就是答对啊！那你们两个就说我们联手答出来的，好不好？这么简单的答案是由林心如、孙国豪联手答对。哦，林心如、孙国豪，不要怀疑，对自己的答案有点信心嘛。这题答案就是人去楼空，是形容触景伤情、怀念故人的意思。那国豪，国豪，你要照个句。心如，你说呢？你干嘛扯人家下水啊？你看多糟糕的！这刚刚他答对的。哎，孙国豪以前是足球队，所以什么东西来他都踢到旁边。来，心如再踢给高大哥嘛。高大哥一定比较知道。他你还真的踢呀、啊？哎，高大哥们都晚生后辈原谅你。《还珠格格》戏一拍完之后，心如再回到片场，发现已经人去楼空。嗯。还不错啦，还不错啦，你不要这样子嘛。但这个是 OK 的，但砍拖太多了，对不对？哦，要简单明了。一直砍拖、砍拖、砍拖、砍拖到很多。比如说我这样，这个人去楼空，如果这样造句，观众一定很反感。有一当我回忆起童年，15、16岁，爸爸妈妈从南部带我到台北，后来联考没考上，我们又搬回南部去。总算21岁的时候，决定到台中来谋生。啊，快到了没？快到了，还没要讲一个多钟头才会到。之后造句遇到，他们有一个关于你的要造句，有小 S 来造。你来了，我不敢得罪高大哥。来了，你来了，都是我在得罪。大家，我们点到了就来讲，看点到哪一个就让他来讲好不好呢？没话讲。照轮流了。那个高大哥啊，高大哥今天脸色很难看。开那个 pub 啊，然后被警察抓了之后，就人去楼空。不干我的事，你就混蛋！是制作人叫我讲的，他叫我们讲的，他叫那个白衣服的人。是，高大哥，对不起，是他叫我讲的。好了，马上再看第三道题目了。来 ，Question three。请看画面猜一句成语。Hands up！ 好好笑，波波。目中无人。好聪明哦！好厉害，又答对了。这题答案就是目中无人，形容狂妄自大、看不起别人的意思。波波，你真厉害耶！三题被你猜中两题，嗯，不错哟。该我们要来造句了。嗯，那
换你，换你，换你。迟到的就来造句，好不好？你根本就故意迟我们两个。不会，我不会这样。刚从这边不公，从这边开始。看点到哪一个，就让他来造句，好吧？啊，就你了哈。那就是孙国豪啊。该套好那个、啊，套好那个、啊。孙国豪仗着爸爸是秦汉，就目中无人。他叫我讲，那就不讲了，那就不讲了。对呀、啊，那这样欺负我们来宾是啊，对，他这么讲的。你这个造句哈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以他父亲的地位，哦 对, 对, 对哦，可是他实际上他的本身，他没有这样子，他是很客气的，对啊，他人很好，还不是为了效果，我们真的很可怜，对啊，对啊，真的是啊，对嘛，哎、那他赶快再造一个句子回来。自从宗宪哥把瓜哥给干掉之后，就目中无人。太好了，好棒棒棒棒，太好了，好棒。不是，你这杀人不用刀的，你这样害我，你这像话吗？那是我的前辈啊，其实你蛮高兴的，他说你把瓜哥干掉。说的也是啊，你不能乱讲，这个好，这是相当不错了。总共答对几题？三题都答对，波波答对两题。波波两题，还有谁？心如一题。心如一题，两人一题，联手一题。那两位下一次来。你有造句。你有造句的，好可怜的。我也会造目中无人哦。是是，目中无人来。夏天到了，蚊子一直叮我，真是目中无人。嗯，好清纯哦，鼠妹鼠妹。学妹冷静哈，学妹啊，好，那下次来你们两位还是坐原来的位置啊，没有什么进展啊。好，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单元，叫做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想了解每一张脸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吗？欢迎进入人不可貌相。今天进行的是美声美语。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是非常特别的。没错，男生一定听了之后立刻软掉。对对对，就是听了觉得。你们不要讲，你们不要讲，我说是骨头软，骨头软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一下有几位来到我们现场，他们的声音一讲出来啊，会让现场所有人疯掉的，真的黄莺出谷的声音。因为他们声音啊，真是莺声燕语啊，哎呀，人家说那个上海话叫做吴侬软语，有没有？讲、起话来啊，侬吃看看，你请我吃看看。讲起来好恶心哦！我不想再听到，我想赏你巴掌。高大哥应该会讲上海话，来，公一点嘛听。对对，他们这个上海话确实，上海人是很有风度的，很软。对，他甚至于要打你骂你的时候，他也会让你觉得非常快乐。啊、真的吗？哎，来来来来来，哎，安那边弄两只耳光，敲敲好不啦？这是什么意思？我打你两个耳光好不好？啊？阿拉伯侬两只耳光敲敲好不啦？哦，哎，听起来好像很温馨啊。他外地来还不知道，哎，好啊，好啊，谢谢谢谢。啊、啪啪这样。真的会这样哎、欸。所以哦，今天来到这里啊，他们几位声音都是异常之甜美，声音最甜美的艺人有哪些？我们能不能讲一些出来？乔可欣，对不对？对，乔可欣。我那也是烙军皇后了。对不对？总司令，亲一个，这还有哪一位？萧蔷，萧蔷也，萧蔷，我觉得他声音也不错。面、哎、对对，还有你有一个 Coco， Coco 李玟、哦、，Coco 也很甜 ，Coco 甜的呀，试试看 ，Everything's okay。哎呦，哇，后面还会笑得那么没有感觉，他很喜欢叫些铃声，这样子。这次拍的广告赚那么多钱，都拿去哪里？我都给我妈咪了。哎呦，这么恐怖啊！妈咪还讲妈咪。哦，妈咪声音要勾一下。对。我都交给我妈咪了。没那么夸张。要勾一下这样。厉害了！今天我们马上给大家看一看《黄莺出谷传奇》。声音甜美的美女。人类的声音有人粗有人细，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太一样。以拥有甜美声音的女生来说，邓丽君优美的歌声是声音甜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而声音好听的人似乎也应用到特殊的工作上，百货公司的播音员，字正腔圆的电视主播，还有一种声音非甜美不可的就是嗨，你要报名我猜吗？赶快打电话来哦。
呵，没错，声音甜美的人固然讨人喜欢，但长相和声音真的有绝对的关联性吗？今天人不可貌相，就要请各位听听看五位美女的声音，猜猜看谁是专业广播人认为声音最甜美的人呢？哦，所以这个厉害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人不可貌相，它是一个专业的辨别哦。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三位都是我们民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了、等一下我们把大名一亮出来，大家绝对会吓一跳。没错，来到节目当中，眼睛蒙起来，他们来判断，好吧？好，现在呢，我们马上要看看到底呢，今天来到这五位，他们是哪五位？欢迎我们现场的五位超甜美声音的美女。美女 ，Go！ 好，欢迎我们五位声音超甜美的美女 ，Go！哇哇哇哇！这里这里这里，哇！哎呦喂！天哪，像话吗？一出来就猜布景啊，你们。对呀、怎么办啊？杨静芳小姐是哪里人？注意听哦，注意听他们的声音。高雄人。家里住哪里？住高雄。哦，好、我的妈呀！住高雄。哇，天哪，不得了。多问他一些，多问一些。对对，你想想看啊。听他这些声音、你可以想象他人是长得什么样，应该很漂亮，我觉得甜蜜的感觉。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先来看他的庐山真面目。住在高雄二十出头岁的杨静芳小姐，一、二、三。哎呦喂！哇哦，声音比蜂蜜还甜的美女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先来看他的庐山真面目。住在高雄二十出头岁的杨静芳小姐，一、二、三。哎呦喂！哎，很符合哎。哇，听说我们工作人员呢、在应征他们的时候，就听他们的声音的时候，每听完一个就要休息很久，所以工作人员一堆人，大家轮哦，别看美，别看美，然后就换人这样。真的也太甜美。目前。有没有男朋友，这是最重要，我相信同学大家心里面来到这里会举个牌子，小线线后援会只不过是当做一个幌子罢了。我还不知道吗？有没有男朋友？你说什么？有，已经有男朋友了。哎，这个男朋友跟你交往多久？交往四年的时间呐、男朋友现在人在哪里？当兵。男朋友在当兵呐、当兵是好时机哦。你太过分了，同学。左右班兵注意，我掩护你，你掩护我。你们想干嘛？然后你本身是念哪一个学校？可以讲吗？可以啊，你不是本身会讲日语吗？会不会？会讲日语，刚好今天家事大周来了，好吧，注意听了，那讲一段日语给他听一下啊。皆様こんばんは。私は楊信浩です。私は台高雄人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哎呦，你问一下家事大周，像不像到日本坐电梯的感觉？对呀。哇，真的是おいしいですか。而且听说这个以前有没有跟男朋友会不会吵架？那吵架的时候怎么办？他生气的时候奶他。塞奶就对了。你一定超会塞奶的。假装我是你男朋友，然后干什么？就迟到了三个多钟头，你干嘛你呀？不要这样了。哦。才一句你就软化了。那不要这样，你要怎样呢？妈妈，我错了，好吗？キモジ。有人说形容他的声音像小朋友啊。像小朋友。对对对，我刚忘了，家事大周他是日本人了，所以他会这个日语。你们两个就对话一段，我们看看，来判断。但是要懂得要温柔婉约哦，你不是学来的，只会米拉萨玛口漫画，然后讲完这些什么都不会讲。要对话，会对话，Have a conversation, easy conversation, OK? 好，来来 ，OK。Go on， 好啊，来来来，こんばんは，元気ですか？元気です。今は何歳ですか？今は23歳です。
네, 막 가야 됐네. 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其实啊，他们呢就没有掌握到。其实我因为我也经常到日本嘛，所以我在日本学日语是最快的。大家看看我怎么样跟日本人对话，好不好？好啊。开玩笑。啊 ，Hello， have an easy conversation with me， OK， OK， go。体重は何キロですか？はいはいはい、そうですか、そう。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ああ、そうですか。元気ですか？元気元気、お元気ですか？Go on, go on. My Japanese is very good. 你神经病吗？哎哎，邱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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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高大哥啊。三米郎美化神经病别猜阿布娜美化神经病啊莫莉啊不但他这个是在这个时候他忽然讲国语啊是是那那他会讲神经病我就开始好奇了对对对他还会讲几句呢啊对啊对啊你还会讲中文有很多吗不会了嗨嗨嗨嗨嗨错错错错错金杯董中已经错错错错你回来了你嗨嗨嗨错再来送我们二号刘雅文小姐19岁台中人中心外文系跟大家讲你的你是从 哪里来叫什么名字一遍起我从台中来我叫做刘雅文哎、欸，不错声音很细致啊好我们来看看19岁的刘雅文一二三哦哎呦先了解一下有没有男朋友有有啊都有男朋友、哦、有19岁交往多久一年了交往一年是吧本身是外文系的我那次学外文是指日英文哪英文英文是吧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 Yes a little Oh yes Come on baby 请问 Come on baby 要怎么回答因为我会讲的就这一些好不好口头禅是什么学庾澄庆的干得好还倒抽一口气就听到讲英文的时候他声音是会更好听、哦、听说你还演过沙剧是吧是啊真的吗沙剧里面 有什么样的段子你 来演一下念一段口白吗你是演朱丽叶是吧对好好演你不要演成猪八戒就很恐怖一遍起Romeo, Romeo, where are you, Romeo? Deny your father and refuse your name. Julia! 还没轮到你啊 Julia, Julia, I'm here, please shut up. Oh no. 哇、哦、诶、欸、声音太恶心。Romeo, Romeo. Where are you? 欸这个剧我们在学校还演过呢。对啊你这样太软了应该是 Romeo, Romeo, 你在哪里因为他在花园里面找他。对不对我们是在阳台的。哦你们是在阳台是吧对。哎呀真是糟糕。那有人说你长得像。是何宇文吗何宇文。真的很像真的。但是我的手稿不一样有人说他像。白痴你念这两个字怎么不要这么文绉绉的好不好不是因为我也觉得奇怪啊对啊有人说了不是长得像啦只是偶尔个性有一点像而且他比较孩子气哦会利用声音跟人家道歉、啊、万一犯错的话你用声音不要嘛这样子啊怎么说演一下啦怎么你干什么你功课道歉了还没有教不会我会说干得好我问他干什么功课到现在还没有教他告诉我干得好真的真的很白痴真的他说他坏处啊他担心以后怎么样以后会被未来的婆婆苦读婆婆会不喜欢你是吧可能吧喂你先用声音把它消灭啊婆婆你了不起啊干得好这婆婆没两下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好再来送我们三号请问你是哪里人什么大名我是台中人名字叫赖静芳
呦，生意今天听说有点感冒是吧？对。哎呦，厉害了！我们来看看那庐山真面目。一、二、三。哇！哎呦，厉害厉害！本身有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一号到现在都有男朋友，一号也有男朋友吗？二号也有男朋友吗？三号也有男朋友吗？我们的福利在哪里？我们跟你什么事啊？不是啊，我们要帮同学谋福利啊，他们写信也不知道投到哪里去。那这个担任总机的工作，接电话一般你都会怎么讲？喂，你好，这边是某某银行啊。哦，你是在证券公司的收付处？对。哦，银行派驻在收取 AT 证券商。对，是我们会派驻到证券收付处去担任那种收付的工作，然后是开户这样子。哎呀，不错。听你讲，我好想睡觉。对啊，好小声哦。但你的这个觉得声音这么甜美的好处在哪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哎，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吧。怎么说？对啊，因为会有一些骚扰啊，男生会骚扰。有过什么样的骚扰？对、啊，就是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然后说要跟你做朋友。那你会怎么样处理？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抱歉啊，然后不来电，不来电，干嘛主持节目啊你？对啊，而且已经过气了。抱歉哦，不来电，是这样子是吧？好，加油了啊！跟一二号也稍微学习一下，干得好！吓死人了，怎么突然大叫啊？是的，往后一步，再来是我们四号钟雅玲，大家注意哦，这一位的声音，全台湾有二分之以上的男性都曾经听过她的声音，保证听过，保证听过，你不能再否认了。注意了，让她亲自来讲一次，预备起。一流女师经验传授，让训练成为一种享受。速播荧幕上电话号码，如果满线，请稍后再播。啊、原来是你呀、啊！还有，哎，原来他是情色电话广告片头的配音员啊！哇，不知道哎。哎呦啊！高大哥不知道，不是，我正在听呢，我听的还不够清楚、啊。真的吗？那感觉很好。再讲一次，再继续讲下去吧。大声一点啊、哦！预备起。在奇幻的世界里，只要你想要，有什么不可以？快播荧幕上电话号码，如果满线，请稍后再播。真的耶！哇！哎呦，这一流女师那个，但是后来那个是算是违法的啦。不可以，但是他们从事配音是没有办法，人家找他们去配音的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钟雅玲小姐庐山真面目哦，一分两千一百万人，大家都想要看的面，因为她有一半的男人都听过那声音。一、二、三，哇，好梦幻哦！哇，她还装着蓝色的眼珠子，好漂亮啊，是不是？好危险哦、那个！是哪里人？台北人。台北人是吧？那个曾经啊，因为你还在念书吗？还是还目前还在念书？可以讲出学校的名字吗？不方便。你的学妹。什么什么来着？那真的不要讲出来，不要讲。还来这一套，我的学啊！他说有同学、啊、打电话到他家里，然后他就假装啊，他是什么什么。寂寞芳心俱乐部 的那个电话，这样一次一次我们看看好不好。央，喂，雅玲在不在？寂寞芳心俱乐部你好，请输入会员密码，我们马上为您转接。那同学就吓了一跳，那他吓一跳说怎么会打到这里？以为打错了。那你觉得你这样的生意有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赚钱呢、啊、好直接哦，用声音赚钱。是是。那像那种色情电话、啊、是直接两个人对谈吗？有没有这种的？这我不晓得、欸、你的是已经录好那个故事是不是？我是去录广告的片头。只录广告片头而已。那怎么会去配呢？是人家在路上听到你的声音吗？就是因为我装这种声音，然后戏剧系的同学听到，然后刚好就问我说有这个 case 你要不要接，我推荐你去。哎呦，声音还可以赚钱呢、欸、那目前有没有男朋友？
你寂寞吗？我们都好寂寞。我有男朋友。哇，那你还问人家寂寞吗？那男朋友可以免费听你讲哎。男朋友抱起啊，每天就来来来来。就她男朋友不想跟她见面，只想听电话。讲一个潘金莲的给我听。来，雅玲，雅玲，来开始开始一遍，今晚就开始讲一遍去。然后就听她讲了一整晚这样。对啊，会会男朋友好幸福哦。要你学这个会不会？男朋友不会。那你除了这两个段子，还有没有别的会来一点？有配过很露骨的。真的吗？讲给我听。露骨，露骨，露骨。快点，好想听哦。露骨，露骨。人家都。别人够啦！太猛了，那个太猛，不能播。哇！观众朋友，你们赚到了！谁叫你不到现场来看录影？刚有剪掉一大段，你们好幸福、哦，是没有办法播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好开心。你看，你看，来到现场的就有这个好处嘛。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海洋大学还坐船来的呢，是吧？开玩笑的。这是我们四号，掌声再给他鼓励。五号苏姿涵小姐，18岁，是我们基隆人呐、啊，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知道。哇塞，我叫苏姿涵，今年18岁。你不要闭眼睛，很恶哎。我天哪，听他声音实在是太娇媚了。18岁，苏姿涵。基隆人，我们马上来看看庐山真面目。1、2、3。哇哦！注意了，注意了，目前有没有男朋友？没有。哎呀，没有哎。那大家准备纸笔了啊，写信啊，一样写到我们老地方了啊，这大家熟识了啊。基隆人，18岁。目前没有男朋友，在哪里上班？妇产科。在哪里？妇产科。妇产科里面上班。是护士吗？那口头禅是什么？猪头。猪头。怎么你骂起来很讨厌，他骂起来好甜蜜哦。对啊，猪头。而且就产妇在那拼命啊，到底生出来没有？护士小姐，猪头。有没有说你声音很像色情电话声音？有。有啊，那你怎么样去面对？就不要去想他就好了。有没有兴趣加入这个行列？没兴趣。那接你接电话吗？你这样接电话，人家会不会误会？是不是有什么接电话的趣事？有啊，人家会说，小姐你，就是有一次人家打错电话嘛，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表演？就是一段色情电话的口白给我听，真的还有人这样要求，这么直接的要求，骚扰了。听说还有一次接电话，啊、电话一接，喂，你好，然后对方怎么讲？叫大人听，人家以为他是小孩子，然后他还会经常啊，会安慰产妇，产妇不是生小孩很辛苦吗？对对对，需要人家鼓励，那他就要安慰他，这是他们的术语，我们听他讲一次，预备，切，好，开始安慰。来，小姐不要用力，来大口深呼吸，往下用力，忍耐一下。啊，出来了！真的假的、啊？大口深呼吸啊！往下用力。往下用力啊！但你是一个很称职的护士，因为我听说有些护士很凶，对不对？我们这家护士都很好。那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好处啊，在妇产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对我们女孩子都很有帮助啊。真的、啊而且目前没有男朋友，长这么漂亮很多人追啊，很多人追啊，可是就是妈妈反对，没关系嘛，干嘛会害怕是吧？不会、啊、别怕，来大口深呼吸，用力往下往下用力，住嘴，通嘴。好，但是你说加入他们的行列不会很难啊，跟我念一串数字就会了，好吧，就念这一段，预备，这个都要念哦，预备，起，8000593778，以国际电话计费，欢迎要来哦！太适合了，你太适合了，你录取了你。恭喜恭喜！正位美声美女，谁会获得专业 DJ 的认同呢？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家注意了，这五位呢莺声燕语的美女呢，她们声音煞是好听，但是凭良讲，在我们专业的这个广播人的心里面呢、耳里面呢、他们是有另外一种定夺的、没错、所以我们几位这个来宾朋友要经过他们的选择之后，你认为在这三位专业的广播人的心里面，哪一位才是最优秀的声音？请选择。快来猜猜看，谁的声音会获得专业 DJ 的认同呢？到底你们觉得是哪一位呢？来，请到我们前面来。这五位当中，哪一位是在我们三位广播节目主持人当中的，他的耳里，在他的心里面是最佳的声音呢？好，我们的嘉士达州，还有我们 Bobo 选择的是三号。Oh yeah。心如选择是四号。国豪选择的是一号。好的，一号有人选，二号有人选一票，三号一票，四号有两票，五号没人选。孙淑妹小姐，你选几号？我选四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比较专业，他虽然是细，然后很柔，可是他很亮。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这种声音，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童音。哦、你没有童音啊？对啊，所以我一直很想要他们这种声音。所以你唱起歌来的，无奈吧。不是、啊，就是很大人的声音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听话，人家都会叫我妈妈的名字。哦，人家都以为你是你妈。对，是妈妈、哦。我管咋样？对啊。没有，你不会说，你秋蛋快给丢了哈。对啊。不会误导就对了、那高大哥选几号？啊，我选的是二号。你的专业的素养我们是最认定的。为什么选二号？没有啦，其实你们这个题目本来就让我们是很难选，没错，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让人家听了会很动心啊，特别可爱。那我选二号的原因是。听起来他的声音在很嗲的里面哈，很柔的里面 的自然度很够，自然度很够，就是他们的、其他，我不是说他们其他人，我是说别的人，他们有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就像第一号他会讲说他的年龄跟他的声音是并不是很搭乘的，对，有落差，哎，好像人家觉得很奇怪，可是二号的声音是在他这个年龄就有这样的声音，可是听起来是很柔的，很柔很脆。我很好奇，就是说他会不会唱歌？哎，你会不会唱歌？会啊，我有嘴巴。对啊，有嘴巴的人都会唱歌。那我就是会偷东西咯。我有手，想我那唱的好不好听啊？两句我们要特别为您而唱。那你选你会唱的《小城故事》一定会吧？来，预备起。小城故事多。哦、还好你 OK 哦，哦，你再不 OK 我们就不 OK 了。好，好，来来来，心如，我选的是四号。四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声音都蛮像小孩子的，那他的声音比较成熟一点，而且有好像鼻音很重，一点性感的感觉，又加又性感，对，又比较成熟，外形也性感，对不对？对啊，很可爱的一个，有种冷艳的感觉，我觉得。对对，主要是他眼睛用冷光的。蓝色，蓝色冷光的，这在黑暗中有时候变得吓到了。小姐，请勿哇！那你也太容易吓到了。要问路还吓出一身病来，那么夸张。我好呢，我选的是一号嘛。一号，哎，你也选一，你是靠身材来选吗？还是什么？因为刚刚声音听起来都蛮小声的，那我觉得好像只有刚刚一号我比较有听得到，然后觉得音质还不错。这个选择的方式蛮特别，因为其他声音听不见，太小声。那个嘉士大州就讲一下是，三号，三号的，三号的感动的。为什么呢？感动哦。他说呢，因为他觉得这全部里面声音都很太过于甜了，然后他觉得三号的声音比较有弹性，然后觉得不会太过于甜，也不会太过于声音太过于小声。哎、欸，刚刚好，恰到好处。对对，他选择是三号、反倒是他这一个样子，对不对？好，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请我们评审老师了，欢迎我们的吕如中先生、田雨辰小姐、敖君怡小姐。哦，欢迎欢迎。来，敖姐。哎，等一下。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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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评审，台北之音电台主持人敖君怡小姐，字正腔圆的她可是多位港星指名的国语发音老师哦。第
第二位飞碟电台主持人田雨成，有外号小甜甜之称。第三位吕如中先生，目前在台北之音担任 DJ， 他已经有7年的广播经验了。三位评审蒙着眼睛聆听5位女生的声音，之后共同选出一位声音最甜美的人。大家好，我是1号杨静芳，家里住高雄，有男朋友，有男朋友。2号，自我介绍，预备，开始。大家好，我叫做尤雅文，欢迎你们来到我猜节目现场。我有男朋友。我没叫你想。什么意思吗？你什么意思吗？你有没？我只是瞪他一下的。我有男朋友，别想把我。3号，自我介绍，预备，起。大家好，我叫赖静芳，来自台中，目前有男朋友。幕后没有。好，4号。大家好，我是雅玲，欢迎大家来到我猜的节目现场，谢谢。这是4号，这是5号，一边，你要讲那个安慰产妇那一段，专业的那个用语好不好？一边7。大家好，我叫舒姿涵，我是基隆人。那个专业的啊，有没有工作上的鼓励产妇的那个啊？小姐，放轻松，忍耐一下，来，大口深呼吸，往下用力。来，深呼吸，往下用力。往下用力很重要哦。哎，来，好的，好，好，你们现在三位评审，我们给他们15秒钟的时间，给他们这个互相来猜测一下，好吧？互相你们的研究一下，预备，开始。好，现在三位评审现在进入热烈的一个讨论了。大家有听过三个诸葛亮胜过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臭皮匠，果然是三位评审老师在这边。好，他们现在已经有答案了。好，答案出来了。听完5位美女的声音之后，到底谁能获得评审的青睐呢？广告过后马上回来。两个人呢，脸非常非常的酷，好像有人惹你生气一样。再黑一点，两个人一副要杀人的样子，太酷了！你们真的很狠。看到蓝色衣服这一位，柯佳青小姐，林志颖的女朋友，传闻中的就这一位了。答案出来了，厉害了！三位评审老师 ，Who's speaker？ 谁是发言人？我们决定，我们三个等一下干嘛？用举牌的。这怎么摸得到啊？牌子在哪？好，好，从这边对不对？一、请举牌，三、开始。好，4号，我们三个一致选4号。干嘛？怎么现场反应很奇怪？干嘛啊，宪哥？啊，4号的。对啊。真的吗？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听的话，我们是觉得第一个他的音质还算平稳，然后讲话不会太低啊。其实做以甜美 DJ 的声音来说的话，不能太低啊，而且广播是长久的，如果太低啊的话。观众会觉得恶心，对，会有点做作的感觉，他还蛮自然的。你现在在批评田雨辰哦？甜甜的声音不是嗲，它是脆又干净。听到了没有，吴先生？不要随便挑拨我们匪台之间的感情。我曾经也是有台的人。是。所以你看，这个一挑就来了。田雨辰小姐，说说你的感受。我觉得4号，其实我原来是选2号，后来想一想说4号其实他的声音已经觉得比较自然。我觉得现在走广播的已经不会像什么啊字正腔圆，但是呢现在是走自然派，我觉得4号蛮有自然派的作风。那倒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要问你啊。Yes。 你不要说我很黏很黏。不，我会问那种无聊的题目。这5位当中大家也一致有这个问题。是。你这个发夹在哪里买的？在我跟你讲，在北京啊。金教授。真的是吗？现在很流行蝴蝶呢。对啊，现在很流行，流行的，真的。流行蝴蝶是吧？我知道你最近在打歌嘛，所以你没有时间去逛街。好，那个，君怡，我跟你讲，下礼拜要上我通告，你完蛋。啊，是，马上要沦入你的手里。是。那君怡要讲一下，你觉得4号他长得应该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通常啊，为什么人家说广播人见光死，就是。通常声音如果有在一个水平之上的话，糟糕了，等一下，没有全部见光死，所以没有没有，你们两个不用担心，我们会眼罩从开始到结束都会拿掉，所以看不到。这个我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说明，真的没有见光死，好不好？但今天来了3位是典范，好吧？不要打人，不要打人，哪那么严
21号活动我主持哦。啊，真的吗？真的？对不起，有梦你会吼，我们会很闪躲。我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觉得四号应该是块头蛮大。块头蛮大。我觉得是瘦瘦的耶。真的吗？我不知道，我感觉瘦瘦，然后可能是头发微卷，长得怎么样？反正乱猜又不犯法。可是我觉得刚才中间一直在说他很恐怖，也许是身材三维很恐怖。宪哥哥的话五句只能听两句，半句好了解哦，你们太好了，真是。那来，你来讲一下，如日中天。你觉得你其实你本来要选二号啊？我本来选一号，一号，因为我觉得一号的第二次，第一次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开始讲话，没有心理准备。他第二次特别的有戏剧的感觉，我觉得很整齐。嗯，但是我会最后选四号的原因的关系，是因为他比较敢放，比较敢放，对，很敢受自己，声音的收放比较自如，也比较自然一点。有意见了，有意见了，蝴蝶说话了。我觉得一号哈，他非常适合演广播剧。或是走戏剧的路线，他声音其实蛮有感情的。那四号我们选四号，因为四号我觉得他声音比较稳，你知道吗？比较适合做主持人，嗯、就是说他的潜能很张力很大，应该这么说。现在三位评审老师，请取一下你们的眼罩，请问老师喽，他们当中哪一位是四号？经过制作单位重新调换位置之后，看看三位评审是否能够猜得出来，谁是他们所选定的美声美人呢？黑衣服的吧。没有，他们没有按照顺序换过位，已经换了次序了。我觉得是黑衣服的。我觉得是黑衣服的吧。你呢？哎，不过我们每次看我猜哈，好像都这样一二三四，对不对？对，换过，我们刚刚有换过位置都换。我们哪会那么笨？你对不对？是你说的是第二位吗？你觉得是第二位？非常漂亮的黑衣服。这样好了，你们三位通通猜错，再给你们猜一次。Really？ 好吧，再猜一次，如果再猜错，就猪头喽。我来之前就已经说过了，我每次在电视机前面都是猪头啊，今天在当中。观众呢就喜欢看我们是猪头。好，你再猜一次。那最后一个。最后一次。最后一位。那你呢？齐原位。第二位。要猪头就猪头到底。对呀、啊。好，那你呢？我觉得全黑的跟这位米色的都有可能。米色。恭喜获得双猪头。哎呀，你拜托哎。所以我们正确四号是哪一位？我们公布一下，好不好？好，就是我们这位。四号就是今天声音甜美的冠军，是否跟你的选择也一样呢？SOS， 不可能的任务 ，Fire Number Ten。此次任务是要担任平面摄影师，并且拍摄的作品必须登在杂志封面上。当 SOS 听到这项任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就算我们真的能够拍出照片来好了，那那个照片能不能登上杂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I got it， 怎么样？我男朋友黄子佼先生呢，因为本身多才多艺的关系呢，所以创办了两本杂志，其中一本叫做 Play， <Yeah. S 1> 其中另外一本叫做 Yes 青春期。快接个电话。找他就没问题了，大头娇娇全靠你。小 S 立刻想到求助于亲密爱人娇娇，娇娇会答应小 S 的这一项要求吗？喂，陈小娇伯伯，你好恶心哦你！喂，伯伯啊，我们现在在拍我猜的外景，然后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就是当那个平面摄影师，然后他希望我们拍出来的作品可以登上一个杂志的封面，那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登在你杂志上？反正有两本，随便一本都可以。嗯，对。是哦，好，那没问题啊，真的，可以 ，OK，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不要闹啊，在那边很多人呢。好了，讲定就好了。好拜。怎么样？没问题吧？我想。他说不行啊。不行，你没问题，你什么劲啊？还那么高兴？啊！枉费小 S 拼命帮娇娇打广告，他竟然狠心的拒绝小 S 要求。于是。工作人员火速打电话请求其他的杂志社，结果也遭到许多家杂志社的拒绝。不过，经过工作人员不断的努力，终于获得某杂志社的同意 ，SOS 拍摄的作品将登在七月份的杂志封面上。那我想拍的感觉就是，好像迷失在森林中。我就希望待会你们两个哈，就在那个迷雾中，然后就是在什么？
在迷雾中的感觉。哪里有雾啊？放干冰。你很烦呢、欸。哪里有迷雾啊？小 S 究竟要这两位 model 表演什么样的感觉呢？待会你们两个哈、哦，就有那种，就比如说一高一低，然后就那种，就那种，这是哪里？确定吗？对，你们，对，你们不用讲出来，但你们要在心里喊说，而且这是哪里？还要一前一后，对，就那种，这是哪里？哎呦，大 S 你也太陶醉了吧，还当真迷失在森林之中了呢。希望在拍之前你们自己喊一次，这是哪里？而且还会大声很茫然的吼一杯，真的。这是哪里？这样才会这类的感觉。看完 SOS 的示范，两位 model 直冒冷汗呢。一二三，好厉害，很好很好。这就是小 S 所拍摄的《迷失在森林之中》，两位 model 彻底牺牲形象，搞笑演出啊！照片整体感觉还不错，不过大家注意看，照片中除了两位 model 之外，竟然还有一位路人甲。另外，摄影师看完照片之后，建议小 S 更换场景，以符合七月份要的夏天的感觉。好，我要拍了，预备。我想要麻烦两位，就是应该可以坐吧，试着看坐坐看好了，就在那个草地里面，然后感觉被一群花围住那样子，很愉快，可以假装在交谈的感觉。对，好漂亮哦，真的很像在国外，你知不知道？真的很漂亮。好，我要拍喽，好漂亮哦。小 S 一边拍照一边喊着好漂亮哦，究竟小 S 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呢？接着轮到大 S 拍照了。还要再退，还要再退，退到那个转角那边的地方。好，差不多那边，可以在前面一点点。好好，这样这样，我要拍喽。很好很好。大 S 拍摄的照片果然有夏天的感觉，不过大 S 发现站在左边的 model 衣服比较鲜艳，再加上站在鲜艳的花朵的旁边，右边的画面就相形失色了。因此，大 S 决定正式拍摄的时候将两位 model 交换位置。那现在我要要求一种比较另类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呢。脸非常非常的酷，好像有人惹你生气一样。我知道，最好是皱眉头，杀气腾腾的感觉。徐姐教你们一下哦，自称姐姐。我想你要的感觉是不是那种？哇，才做完《迷失森林》中的夸张动作之后，竟然还要做杀气腾腾的表情，哎呦，真是难为这两位 model 喽。再狠一点，两个人一定要杀人的样子。太酷了，你们真的很狠，你们天生的女杀手。对，现在就尽量甜美哈，就像幻想自己是花仙子在花丛中那种甜美的感觉。还是两个人摆一模一样的 pose， 像 SOS 的招牌动作。我知道，我知道，比如说一起这样往这边。对啊，一起这样摆一样的 pose， 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很好，好好、哦，很 SOS， 对，很 SOS。好了，可以了，大家可以收工了。辛苦了，谢谢大家，辛苦了。拍摄结束的隔一天，摄影师仔细的在看 SOS 所拍摄的作品，挑出最好的一幅可以登上杂志封面的照片。这两张就是摄影师最后所挑选出来的照片，究竟是大 S 所拍摄的 SOS 接班人，还是小 S 所拍摄的北海道的夏季能够成为七月份杂志封面呢？观众们一起来猜猜看，广告过后马上为你揭晓。嘴巴闭起来！哇，对，他闭不起来了。我拍了好多你的那个中间画面，你也是拍中间呐、啊？不要卖给那种杂志。大家要看到这个场景，没有错，就是我们 SOS Mission Impossible， 他们两位呢，现在变成要担任我们国内不得了的一家杂志社封面的摄影师哦，所以大家有感受到这种情况。
要当个封面摄影师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两位功力绝对是要到某一个程度以上，所以呢他们现在两位已经拿着相机在那边乱拍了。主要因为、這個、我拍了好多人的那个中间画面你也是拍中间啊不要卖给那种杂志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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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地点收回来哦，张帝哦，哎，对对对，我们要唱这种高大哥才能融入我们的比赛啊，是不是？好，那你们两位注意了，我们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两位来担任我们的摄影师，现在三位超级辣妹已经在这边了，他们准备入镜摆 pose，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e some up the music， 林心如小姐 go， 来心如来， oh yeah， 微笑微笑，笑开一点，笑开一点，继续摆继续摆，弯腰弯腰，第一点，一个人有两分钟，面对面对我，哦谢谢，要乳沟，要乳沟你干什么？很自然很自然，要露出胸毛。好，第二位 Bobo， 来 Bobo， 很好，好好，没有味道。哎呀，厉害，这冰糖盒上面有看过。哦耶，打火机，来一个清纯的，清纯的。打火机姿势，打火机那种。哇，好酷哦。好 cute， 好 cute， 好坏人。孙淑媚小姐，嘴巴闭起来，嘴巴闭起。哇，对，他闭不起来了。不用装可爱，不要的。来，成熟的一个，成熟的一个。pose pose 好一点，啊，好糟糕哎，怎么样？来 pose， 不要把嘴巴合起来。哎、对不起，合不起来，对不起，他已经，不要勉强人家。好，挺胸。不用了啦，不用了啦，没什么效果。好，掌声鼓励。来，欢迎三位辣妹啊！现在要让大家来猜猜看，大 S 还是小 S 呢？他的作品哪一位的会被采纳哦？而且是真正用在这一期他们的杂志里面啊！大家注意看，七月份的，我就是鬼月这月的。你干嘛讲这么难听啊？每个月还不是都有杂志？票选结果，大 S 拥有三位男性特别来宾的选票，小 S 有林心如跟孙淑媚的支持。到底是谁所拍摄的照片能够登上七月份的杂志呢？李生见你们，看到蓝色衣服这一位吗？柯佳青小姐，林志颖的女朋友，传闻中的就这一位了，好吧？哇，哎，琢磨一下，啊，没错。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大 S 拍的好，还是小 S 拍的好？来，我们看解答。结果是由杂志社里面的编辑干部们共同决定。那我们稍微表决一下好了，赞成小 S 拍的可以当的举手。小 S 获得三票。那赞成大 S 拍的可以加，大 S 获得四票。因此，七月份的杂志封面是由大 S 所拍摄的照片。他获选的原因是因为模特儿的表情活泼自然，构图比较完整简单。大 S 以一票之差险胜。哇，原来正确解答果然是我们高大哥说的，小 S， 大 S 我们这边版本已经在这边了，有没有看到？七月号，哦，这是我们七月份了，果然跟我们高大哥讲的一样，他因为他的上字。所以它颜色呢不能像那个花花草草那么，对，不能太复杂，不知道字要上到哪里，一整本书啊看起来很乱。所以我们答对的呢总共是我们三位了，正中我们七月份的这一本杂志一本，好吧，恭喜。那两位没有答对呢，我们就正中呢，也是杂志，给他们半年份，好吧？为什么答错还半年份？因为高兴。我们 happy 嘛，啊，不容易。好，再次感谢他们，热情掌声鼓励。谢谢。台北六百一十万人，台中238万人，高雄能办了的背板囊，花莲36万人，台东再过板囊，南投54万人，台湾2000万人口，每个人都有心中的问题，让2000万人的为什么来替你寻找答案。制作大卫你好，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曾经介绍北中南三地的美女，为什么却没有介绍到我们台南地区的呢？其实我有很多的同学朋友都长得不输电视上的参赛者。我想你们可不可以为我们台南的美女做一次专题呢？而且也可以来介绍我们的小吃啊，请给我们台南的美女一次亮相的机会好吗？台南忠实观众小娟。
我们台南地区的朋友，他们因为台南是我的故乡，对，所以台南人家说南部有很多女生长得很漂亮，都在台南，尤其是台南，对不对？台南对对，高大哥，这应该帮我们这个抬轿一下吧？台南是不是很多美女？其实，在整个在台湾哈，常年来我们来讲美女的话，很少人提到台南很多美女。大哥，你讲得好实在哦。说你说是这样就好了。台南是不是很多美女呢？哎，对。好，非常，我们这样马上有，但我可以证明，我可以证明有一个女生就是台南，她很美。张美瑶。张美瑶，对对，她是。那个很美很美，就是台南，我是也没见过了，但是张美瑶你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谁？柯俊雄的太太。哦哦，他是那个同学，大家知道有代沟的状态，我们就说哦哦，张美瑶过去一边去。哦，知道的时候，而且她叫做台湾第一美女。哦，对啊，她就是那个唐宝云那个年代。哦，哦，大哥，你看我汗是这样流的，噼啪噼啪噼啪。但是那是一个美女，对不对？就是台南人呐、啊。对对对。哎呀，好厉害！我们这一次啊，因为他们写信来说，希望了解到有没有来自台南的，有没有美女在那边。哦，因为大家都说什么什么镇一大堆美女，就是没有提到台湾台南美女。对，今天我们制作单位找到这个答案，咱们一起来看看。好、啊。来台南美女现场募集，地点是台南市的市区，目的是台南地区美女的大搜集。首先我们来到台南地区知名的百货公司，车水马龙，人潮聚集的地方，相信是许多时髦摩登的女孩子们最喜欢流连忘返的地区。台南女孩子们的打扮穿着，从百货公司里面的女生们的身上应该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究竟南北女生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呢？台南地区的女孩子的品味又如何呢？马上让我们带你们来看一看。我觉得台南女孩子的特色，我觉得比较淳朴吧。我觉得她们比较不会勾心斗角。台北的女生给我感觉蛮冷漠的，台北的女孩子比较 fashion。比较时髦，我觉得台南女生都会有时候会看起来比较淳朴吧，像如果你有时候穿比较漂一点啊，然后妈妈他们都会觉得很奇怪，而且走在路上的话也会觉得怪怪的。今天打扮是主要是健康及活泼，因为我肤色有点浅色，黑黑的，这样比较健康一点。手表是三黄三加的，因为这套是我最喜欢的一套，所以我就穿这一套。因为我比较喜欢黑色的装扮，然后就配上一条同色系的丝巾，嘿，这是我平常最轻松的打扮。第二站顺便带各位来到台南孔庙。孔庙建于明朝永历十九年，是全台最早的文庙，建筑庄严宏伟，格局完整，隶属于国家一级古迹，门上写着全台首学，可是当时全国书生入学的地方哦。Pumpkin in it。阿珍啊，哦，哎，黑轮米雪啊，因为很好吃啊。在哪里的小吃最好吃？就是在沙咖喱吧的小吃最好吃啦。介绍文化古都台南，就必须要带各位来看一看别有特色的古迹赤坎楼。位于灯火通明的热闹街道旁边，在这里耸立了一座300多年前所建造的美丽建筑。这里是晚上情人们休憩谈心的好地方呢。在台南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很多名产都是一些在北部吃不到的哦。我觉得台南很美丽啊，台南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啊，就像我现在身后啊的美丽的赤坎楼啊。来到台南就千万不能错过闻名全台的台南小吃，今天带各位来到小北夜市，小吃有名震全台，斗大的字就写在小北夜市的入口牌楼上，就在这里让你尽情的吃个够。
在这里，不管是各式各样生猛海鲜或是快炒类，应有尽有。当然，身处在这个香味四溢的热闹小吃街里面，大人小孩都要尽情的大快朵颐一番。而今天就要请几位台南美女为各位介绍三道台南知名的小吃。台南小吃特搜：一、棺材板。为什么要叫棺材板呢？我们现在想要请张妈妈来为我们介绍，为什么叫棺材板？这以前哦叫做干粮房，干粮房就是嫁北来哦，啊一站时间哦，啊嫁北来吼，迄个北来无人敢食，迄阵有一个什么什么病安尼吼，啊嫁北来人无人敢食，我生理就拄啊足歹，啊足歹常常啊啊袂输咧卖棺材啦吼，啊我都来叫做棺材板安尼吼，啊结果讲还好棺材板。这个名，吼，都轰动起来，生意有够好，安尼。原来棺材板不是原本就叫这个名字，不过外形特殊，又取了一个非常耸动的名字，让棺材板这道美食不想红都不行了。经过油炸之后的厚片吐司，再用小刀将表皮切开。这个盖子状的吐司里面，待会儿要装的可是热腾腾的美味料理哦。看到了没有？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玉米汤的东西，就是棺材板里面的秘密。这就是台南的知名小吃棺材板。二，顶边座。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台南名产之一小吃鸭饼手，国语是顶边座。我有金家蒙腻，金家蒙腻，笋丝鹅啊，好，在这介绍这个。顶边座这个座字相信大家都不常见，台语念索，意思就是在顶边游走的意思。顶边座是用米做成的，煮熟过后不黏不腻，清爽可口，也是早已风靡全省夜市的一道名菜了。现在老板娘已经大功告成，撒上葱花加上胡椒粉，哇哦，让人口水直流的顶边座马上就要准备上菜了。这就是台南知名小吃第二道顶边座，哇哦，你是不是食指大动了呢？三，鳝鱼意面。我们现在来介绍另外一项台南最著名的小吃——鳝鱼意面。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吧 ，Let's go。有人说它像蛇一样，有没有啊？然后就把它从中间给它剥开，对，剥掉，他就把它内脏拿掉，它头切掉，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看清楚了没有？这就是鳝鱼意面里面的主角了。在这里，一碗鳝鱼意面要卖到60块钱。老经验的师傅将切好的鳝鱼片，加上特殊的料去爆香，放入大火中快炒。最重要的就是加上特殊的酱汁，就完成了这一道香喷喷的鳝鱼意面了。这就是今天的第三道美味小吃——鳝鱼意面。今天由台南的几位美女带领各位一窥台南的几处风貌，下一次我们还会到其他地区美女的可爱家乡哦，请拭目以待。